起。Superwing， 飞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任务交给我绝不会错。我们勇敢出发去冒险。确定，今天觉得鼻子痒痒，眼睛痒痒，全身都痒痒，还不停流鼻水。这么严重啊？啊，有了！咪咪花园里面有许多可以舒缓鼻子不舒服的花草，我们去摘一些来泡茶。这主意不错哦，现在就去咪咪花园，边逛边找。今天天气真好，空气中还有许多花香，你说对不对啊，国王爸比？我鼻塞闻不到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呀，又开始发痒了！花园的花全部光秃秃了，花瓣都被爸比的喷嚏给喷飞了。不好意思，你还记得刚刚有哪些花吗？只记得大概的样子。没关系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从黑影中寻找线索，帮国王爸比找出咪咪花园所种的花。首先，我记得国王爸比有种绣球花，绣球花圆圆的，许多小花集成一团大绣球。我想是这个，答对了，就是绣球花。再来，我们换下一个。这种花的线索是有许多小小的花朵，而花瓣是尖尖的形状，它的影子会是哪一个呢？哦，我找到喽，是夜晚会散发香气的夜来香。太棒了，我们换下一种花，这次是风信子花，它的特征是集合起来像是一个圆柱子。大家有找到了吗？没错，就是风信子花。换我来。这是荷兰的国花郁金香，你们看花朵上方的形状像不像是一朵小山啊？哈哈，找到喽！最后一种花，仔细看，花瓣围成一圈，像是一朵大太阳，会是？答案当然是这个洋甘菊。呼呼呼呼，花朵都恢复喽！国王爸比，洋甘菊花可以拿来泡茶，舒缓鼻子的不舒服哦。真奇怪。那就麻烦 Q 公主泡一杯来试试吧。好的，国王爸比。国王爸比专用的杯子、盘
篮子怎么都堆在这里。对不起，这几天不舒服，喝完就忘了洗了。没关系的，让我来洗吧。洗洗洗，亮晶晶 QQ。接下来要请小朋友陪我一起帮这些杯子盘子配对连连看，将相同花色的杯盘组合在一起哦。那先从我喝番茄浓汤的宽口汤杯开始吧。这个粉红色宽口汤杯应该配上哪一个盘子比较适合呢？这个盘子跟杯子有相同的颜色与花边，我猜它们是一组的。没错，那再换蓝色杯子，我都是用它来喝冰冰凉凉的气泡水哦。仔细看，蓝色杯子有个特别的雪花图案，应该是配……这个盘子。又答对了，再来就是高级点点杯，使用它配上高级点心，是我下午茶首选杯。这很简单，盘子上也有与杯子相同点点的，就是这个。最后是我用来喝热茶的马克杯，杯子上有国王爸比的翘胡子，这个盘子也有耶，他们当然是最佳拍档。哈哈，配对完成，快来泡一杯洋甘菊花茶吧。 Hello， 吃饱饱睡饱饱，长大变得不得了。毛毛虫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国王爸比是对花粉还有毛毛虫过敏啦。对不起，如果我有翅膀就能马上飞走该有多好。没关系，小毛虫，我们先来认识昆虫好朋友。请看，花园里有许多昆虫，但是只有五种是有翅膀的，请把它们找出来吧。好啊，我来找找。那边有只黄色的蜜蜂。蜜蜂小姐 B。 这边是蜻蜓先生。蜻蜓 Dragonfly。 换我，上面有只大蟑螂。那不是蟑螂，是萤火虫 Firefly。我又发现了，有漂亮点点的瓢虫。瓢虫 Ladybug。 我们只找到四个，还有一个呢。我在这里。哇，是蝴蝶 Butterfly。 第五种有翅膀的昆虫就是小毛虫变成的蝴蝶。我有翅膀了，谢谢你们，我先走咯。哈哈，那我就不怕过敏咯。恭喜小朋友得到迷迷徽章。 QQ， 今天的任务顺利成功。袜子是一对的，翅膀也是一对的。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想一想，还有什么也是一对的呢？哇，双胞胎也是一对的耶！聪明的小朋友，你还想得到其他也是一对的东西吗？画画魔法。今天的画画魔法又要画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赶快跟着我们一起来画画吧。
画完线条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起来上颜色咯。红橙黄绿蓝靛紫，好多颜色啊！小朋友一起想想，你要选哪一种颜色呢？我们已经快要完成喽！哇，可爱的礼物完成了，里面会有什么有趣的惊喜呢？天天都心情好，看见人就微笑，你也笑我也笑，甜蜜挂嘴角，我们的微微笑让世界变美好，你也笑我也笑，幸福来报道，微笑吧，都心情好，看见人就微笑，你也笑我也笑，甜蜜挂嘴角，我们的微微笑让世界变美好，你也笑我也笑，幸福来报道，微笑吧，我让你看了就微笑，打开它千万不要吓一跳，神奇魔力让你烦恼全忘掉，一起跳舞吧！故事就要开始，未来属于我们，总有好多好多梦想。虽然会有挫折，牵起我们的手，明天永远带来希望。你们喜欢跳舞吗？喜欢。喜欢跳舞的话，首先先把右手比个舞，放脸旁边，很好，我们一起往前走，脚勾起来，然后接下来往后走，脚并起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右挥挥，左挥挥，画一个大彩虹，然后我们要变成一个 S 型，
咻咻咻，然后变成一个大爱心。很好很好，我们要从头再练习一次哦。手叉腰，预备，开始，往前走，往后走，右挥挥，左挥挥，画一个大彩虹，变成一个大 S， 然后变爱心。好，大家都表现得很棒哦。那我们刚刚有变成一个爱心，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变成爱心，一个人负责右边的，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人负责左边的，我们分组哦，画爱心。有一点点难哦，你们要接受挑战了吗？试试看。好，试试看哦。预备，开始。画爱心，很厉害！而且他们现在还有，下面还有牵起手来，真的真的。那你们开始画爱心，帮你们拍拍手，耶 ！Give me five， 耶！帮我们 Give me five， 耶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练习后面的哦，一样，我们往前走，往后走，右扭扭。左扭扭，然后呢，我们手手变成一辆飞机，我们咻飞一圈哦，咻飞一圈，然后我们画天空，画天空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好诶，学会的话呢，今天有一个不一样的任务哦。这个任务呢，就是每一位小芭比跟大芭比们都要有走伸展台的一个考验，一个挑战哦。没错，我们每一组都会有不一样的问题考验哦。站在 KU 姐姐左手边的呢，你们帮我当第一组可以吗？在洛莉姐姐右手边的呢，你们是第二组哦。那我们是第三组，你们的题目，我希望你们待会往前走的时候呢，最后的 pose 要有耶的元素，可以好，你可以这样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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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夸张的都可以哦。那我们一起帮他们唱哦，预备，开始，哇哦哦哦哦哦 ，Barbie oh my sweet Barbie， 最流行的倒 V 出现了，还有可爱的耶，让我们拍拍手。好，那换洛莉姐姐这边的第二组，这边呢想给你们加入爱心的元素，我们等一下往前走，然后最后要比一个爱心，预备备，开始，哇哦哦哇哦哦 ，Barbie oh my sweet Barbie， 很棒哎，帮自己拍拍手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六位一起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，哇哦哦哇哦。Oh my sweet Barbie， 很厉害，帮自己拍拍手。太好了，今天每一位小芭比呢都非常的有自信跟漂亮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跳舞了。什么有趣的主题呢？今天要画的是 SOTB 泰迪熊大冒险，最勇敢的迪克，快拿起画笔跟着我画出迪克吧。一起来帮画好线稿的迪克上颜色吧。
OTB 泰迪熊大冒险，勇敢的迪克完成喽！ Hello， 我是迪克，我是迪克的好朋友凯斯。小朋友，你们也和我们一样爱运动吗？快跟我们一起唱歌跳舞，健康动一动。泰迪熊大冒险。